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天津健卫618周年晚会，6月18日晚，天津卫视等你来看，不见不散哦。今晚天津618闪耀之夜节目单来喽，周深演唱两首歌曲，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和征途的舞台首秀，可以说是我最特别的一首歌，记录着2021我们共同经历的美好生活。好好生活，好好歌唱。人生多么美妙，记得保持微笑，美好生活都将你拥抱。天津卫视618闪耀之夜将于6月18号晚7:30直播，这是一场庆祝天津市建成618周年的隆重晚会。周深、杨坤、胡彦斌、萧敬腾、张碧晨、汪苏泷、盖、周岩等实力歌手将悉数到场，共庆这一盛事。官宣立即引发网友热议，网友提到锁定、期待、惊喜等词汇。现场直播，你会为谁蹲点打 call 呢？天津。天津卫视618闪耀之夜的嘉宾阵容称得上是强大，邀请的嘉宾很多都是实力派，在乐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天津卫视能够邀请这么多明星参加，可见对这个618年成庆的重视程度。618年岁月沉淀，数百年时光穿梭，天津卫视将在今晚举行618闪耀之夜，这既是一种对于历史的传承与自豪，也是对未来的憧憬和自信。这么多明星嘉宾汇聚一堂，又会有怎样的精彩舞台呢？
今晚7:30锁定天津卫视，不见不散。周深的歌声有着好声音天籁美声的美誉，他的歌声动听，语言天赋也是非常的强。他曾经用9种语言翻唱 Let It Go， 在网络上引起了众多褒奖和关注。周深让人觉得十分的可爱亲近，他非常的绅士，有张有弛，不喧宾不夺主。他的声音空灵魅惑，因为极为特殊，已经脱离了世俗人情，带有奇幻非人色彩。周深用歌声传递祝福，唱响这座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知交融的城市。你永远可以相信周深。周深这把好嗓子真的是上天赐予的礼物，但不可否认，他自己也是真的非常努力，他值得拥有更好的。当你被周深的歌声吸引，去看他的舞台，你会惊为天人，但是下一秒就会被他的直播打入凡尘，目瞪口呆。有个网友说，粉了周深就像买了一辆车，开了几天发现这车附加潜水功能，又过了几天发现这车还能飞天，再过几天还能变成擎天柱，再过了几天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你认识的周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，想要买张车票只给他一个上了地毯也要养上一只猫，晚霞染红天空，沉闷日子会有风，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，晚风轻拂脸颊，心事也慢慢放下，亲爱的朋友啊，我要拉着你会的，今天有足够的量，为了你这个秀，会到放心，而且一会儿量就会更多。到达的老师，刚才收了一点点，害怕第二次量不够。对不起，韩代大师呢？笑死了！